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泽舞台中的志工，然后我叫小奈。那我也来先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就是我是一个小学老师，然后也是泽舞的志工。那其实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就是我是先我自己是有一半，不是讲一半泰雅的血统，我妈妈是泰雅族。我是在因为我是在彰化长大的，所以我妈是苗栗泰安乡士林村，知道讲那么详细。对，她的那个泰雅族，所以小时候很喜欢回外婆家，就是觉得很喜欢回部落，就觉得算也很放松。可是其实当时也并没有什么意识到这一块这样。那其实妈妈从部落，然后到了彰化生活，其实我妈比我还更融入所谓汉人的生活中，我妈的台语讲的比我还要好。哦，我觉得我很像是所谓。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讲者有一位是没有名字的人的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粉丝页？大家手机可以搜寻一下没有名字的人，我还蛮爱看那个粉丝页的，因为他们是在讲一些平埔族的青年在找寻自我的那个过程认同中。那本丝页其实可以学到东西呢，文章也都很好看，是我还蛮爱看，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那我觉得也许我不至于到没有名字的人，因为我的本名就是黄。就是我有个汉名字，但是我没有原住民的名字，因为就是在传统的父权，就是汉人的架构下面，就是当然是跟着爸爸姓，然后爸爸住，所以我妈妈也不觉得说我不会讲。其实我想像是那种失根的人，就是我台语讲的不太好，可以听。那原住民的语言，就泰雅语，我是完全几乎是不会讲。那就是回部落，像观光客，就每年回去很开心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自己会转变，开始关注原住民运动。我觉得协同或协议不见得是完全我们要不要参加，就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主要的原因。因为我是个异性恋嘛，女生，然后我结婚了，可是我一样是支持同志成家或同志多元成家的，所以我不需要是同志才需要去参加同志运动，因为我也会去参加同志游行去支持他们。那我去支持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同志，是因为我觉得说，在爱面前，其实性别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人可以去剥夺就是相爱或成家的权利，所以我会去支持。那我觉得我会比较对原住这几年开始有点关注，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点血统，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几年我从大埔事件开始，然后3.18就是有开始参与或关心一些公民运动，然后像刚刚那个关于那个参与的就有讲到说去年那个猎人那个事件，其实去年那件事情我很关注，然后我有在群组，就是我跟一群台中的朋友，我们弄了一个全面罢免协会，就是在3.18之后，我们就是台北有歌篮委，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我们连蔡正元都罢免不了，我们只有六票的自由这样子，对，我们只有投票，我们虽然号称民主国家，但是我们只有在投票那6秒钟，我们是国家主人，投完票之后，我们就是国家的奴隶这样，所以。那时候3.18周期，各地风起云涌，都有一些公民运动。那我们台中一群伙伴就是有做了全面罢免，然后我们罢免台中市西屯南区的立委蔡启楼。所以在就是做公民运动的过程中，然后我才会发现说，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即使我们都是参与公民运动的，可是我们对于我们记得列的那个，我不好意思，因为他要讨论嘛，我怕我。有怕我发音发错，因为罗马拼音我也不太会。就他的汉名字是王光禄。那其实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很生气，就我也很就还蛮激动哈。我就在群组里面跟我们一起做罢免啊的那个朋友讨论这件事情，那就会有2派比较相左的意见这样子。那我的想法会是说，如果原住民可以自治管理自己的土地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以自己食用或者是祭典上去食用的话，是一个保育那一块应该是。因为其实原住民在台湾生活已经几千年了嘛，那几千年其实动物都没有灭绝啊。那什么时候开始需要保护动物？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从什么时期开始发现动物开始不够了？对啊，原住民几千年来都住在这，但是连动物都没有不够啊。但是为什么好像感觉这几十年来近百年可能动物需要被保护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还需要讨论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讨论过程中还蛮有趣，就是。我们一样是一群，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是同温层，
应该说我们已经是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就是同事里面，我们是比较会关注公民议题的朋友，会比较有人权意识的朋友。可是我们对这一个打猎这个议题，我们还是会有很相左的意见这样。那我会觉得说，哎，这真的是很需要讨论的。那我就跟我的志工伙伴就想说，哎，八月一号参与要来道歉，那我们要不要改在八月一号之前？我们因为其实，在台东啊、台北啊，其实这几天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就是为土地歌唱啊、为土地正义而跑的一些，陆续有一些原运啊、原住民的行动，这样在各地其实都有一些行动。那其实我们台东也是想说，各地应该都要有一些大家可以就近来听讲座，然后可以就一个你也许你有点兴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就连我自己是小时候回部落，可是你要叫我讲出原住民转型正义，跟你分析一套论述什么，可能其实我才讲不太出来。那我觉得说就很希望在台中的时候我可以有分享，那我就赶在八月一号就是蔡英文道歉之前，然后我们想说来讨论这一块这样子。因为其实转型正义这个，像刚刚老师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转型正义同学生会有兴趣。那我们在今年的228，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讲一场转型正义。那其实比较多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的转型正义，会比较针对好像是汉人啊、228白色恐怖。那其实，在228中，譬如说像乌牛兰战役或是普里那边的战役，其实也是有很多元青，像有人点头，我在关注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元青加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喊得出名字的那些曾经的二七部队的一些人，我们都喊得出名字都是汉人。那元青就是有元青十余人这样子，他在历史的他在典籍上是元青十余人就这样带过去了，就是原住民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了很久，而是最早的主人。但是我们的课本或是我们的教科书，其实我们是非常就是少在琢磨这一块。然后我们刚刚在讨论说，要不要我们在总是在开场的时候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知道为什么八月一号是原住民族日吗？知道举手。不知道，大家都没看文案，因为我们那个照片上去的时候就有文案，表达都是那个看到文案看到那个图片喜欢就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案有稍微剪接，那没关系，那太好了。那我就既然大家不知道，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就是其实在1984年开始，人权运动人士就是强力的要求政府要将山包，像刚刚爸爸有分享说，其实讲环纳嘛，对不对？那环纳再好听一点点就是山包，对。而且山包也是一个很不正确的说法，因为是原住民有住在海边啊，也有住在我们讲的，就是说都市原住民，又住在都市的嘛，所以其实讲山包也是很不正确的。所以在1994年。八月一号的时候，第三次的宪法增修条文把原住民路线，然后正式将山包证明为原住民。其实我的想法是，法律啊，或是制度的改革，一定要走在人民的前面，因为其实你路线之后，你要一般的大众马上改口有这么快吗？其实没有。或者你要一般大众，改变他的想法有这么快吗？没有。像我们小时候读的课本里面，吴凤是英雄。然后要猎他人头的山包，就是很蛮野蛮的，有印象吗？有印象吗？就是国立殡仪馆的课本，糟糕。对，后来那个课文因为抗议，所以就被拿掉了。尤其是那课文很久了，就是对，所以你看那个透过课纲是很重要，大家透过那个教育的洗脑是非常非常可怕，就是因为那吴凤的那个故事其实是杜撰，是假的故事。可是你看你把山包就是在课本形象中说到是野蛮的，那他就会，那你就是路线了之后，你把山包改名为原住民嘛，然后在1994年八月一号这样子，所以行政院就说每年的八月一号就是原住民主日。但是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了原住民主日，我们把原住民证明了，但是我们法律上制度上走到这一块，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更了解，就是转型正义原住民的这一块，在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落实？像阿公刚刚讲的很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好听的，就是应该是我们的纪念日。但除了纪念日，除了道歉以外，我们要怎么样让政策去更加的落实？
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讲者，第一位讲者是马诺，马诺是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的理事。那原住民族政策协会他们主要就是在做一些原住民的政策的一些倡议，然后一些研究，然后以真就是我刚刚讲说我觉得那个粉丝也非常好看，大家等他回去一定要按赞啊，赶快收看那个粉丝页。他是就是平埔的那个青年这样子。那我就话不多说，就赶快把那个时间交给马诺。好，谢谢大家。时间控制的真好。大家好，我是有名字的人，我叫法洛。大家好，大家好，太大好 ，Hello everybody， 那边没有人回应一下 ，Hello everybody，Aloha， 안녕하세요，나의호기소사리가까마불로今天很多人来这边是想要听说为什么小英要道歉。刚刚这一段或许可以做一个契机。我们大家可以很熟练的使用中文，可以很熟练的可以听得懂闽南话、客家话，甚至说国外的语言。刚刚我说了美语，说了夏威夷的问候，说了韩国话，韩国的问候，大家都可以有反应。我最后一个是用阿美语的问候方式，那再一个罗嘎达瓜啦，不是有一个人听得懂在那边装，这是泰雅话，这是泰雅族在，它的内涵应该可以，等一下可以交由泰雅族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对，我放后面了，你放后面，你等一下，罗嘎达瓜啦，对。所以说为什么小英要道歉，有很多种原因，这个可以当作一个契机。在台湾生存的人，在台湾生存的很多人都可以流利的使用各种语言。那在台湾的官定的原住民族有16族，各位听得懂几族的语言，或者说各位对这些族群的理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好，我的气质做完，突然忘记我要讲什么东西。我要谈转型正义，还是谈小英道歉？因为今天我刚稍微做一下记录，发现说今天现场的朋友，其实组成好多元，然后还有长辈，对。其实所以我不太晓得说我的尺度可以放到什么地方。没有尺度吧？因为照之前的经验是，如果尺度太开，是会吵起来的。好，吵起来，毕竟不太好，我还要回台北。2015年的时候，小英呢，她在竞选的时候，2015年刚好也是8月1号。蔡英文总统候选人他公布了他的原民政策，他就承诺了要在他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会郑重的向台湾原住民族道歉。好，到现在已经快要1年了，台湾社会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跟原住民族道歉。其实很正常，因为5/20这个新政府上路之后到现在，其实我也没看到他们对这个议题有多做什么琢磨，有去多做宣传说啊，我们8月1号要道歉啦，那全体社会主流社会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公司有播这样子的讯息吗？没有。我们在所有的媒体，或者是比较官方立场，中央社好像也没有吧。我们的官方媒体也对这样子的讯息，不晓得是刻意的忽略，还是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待，大家对这个议题其实都非常的模糊，甚至说我们自己关注道歉这个议题的原青们，我们都不懂他要道歉什么东西。
对原住民族道歉，台湾哦，别说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不会是第一个。在国际上呢，最知名的大概是纽西兰吧，应该目前最近的应该是纽西兰。他在2008年的时候，跟当地的原住民，应该是毛利人，去道歉。我有说错，是毛利人哦。对，帮我查一下。对，他没有想理我。也不止纽西兰，美澳、纽加澳洲、美国、加拿大，都是曾经以政府的一个高度去向他们所曾经迫害原住民族的历史做道歉。那道歉这件事情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简单，而道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应该是要说高度政治性的东西。大家知道中华民国政府最后一次以政府的名义道歉是什么时候吗？射飞弹。会啦，会，或许会。可是仔细去看的话，其实都是涉案的官员或者是有所过失的官员去道歉，以政府的高度去对一个特定的族群道歉，就我的理解跟认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事情。我最后一次有印象，中华民国政府一个正式的道歉是在2003年，还2003年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还小了，我也是看书看到，2003年的时候是 SARS 期间，那个时候呢，台北有一个医生姓周，他有接触过 SARS 病患。可是他并没有去做一个自主隔离的动作，他跑到了日本去旅游。虽然不晓得那个时候日本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样子产生了疫情，可是呢，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向日本政府道歉，没有印象 ，OK。至少呢，这个道歉的事情被写进教科书里面了，对，可能。法律的教科书、政治的教科书可能都会偶尔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政府道歉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个特定的族群，或者是国对国之间的关系。而如果我们要谈到说为什么小英要对，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对原住民族道歉，其实它的脉络是这个样子：台湾的原住民族400年来都在被殖民，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从河西，然后正式王朝、清廷、日本，然后到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只要道歉的范围，只要到1911年开始吗？还是从1949年开始算呢？我们认为说中华民国的道歉应该是要从最溯本救援，从台湾的殖民历史开始道歉起，他是要去。把台湾的殖民史整个去浏览过一遍，为什么中华民国不是1911年才成立的吗？为什么河西一六多年就开始去回溯去过这个过往？因为政府是会第三，政府是一代更迭向下来的。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有带土地吗？没有。那中华民国这些土地从哪里来的？很大一部分是寄受日本政府，或者也不一定是日本政府，可能是日本的株式会社，他们的国营事业所寄受来的。那日本怎么取得这些土地？或许大家也都知道了。那在更早之前，西部台湾的西部也是不断的有原住民族的土地被流失的状况，各个时期的政府都做这样子的动作，而中华民国的政府呢？寄受了这些财产，寄受了这些权利，他并没有选择把这些东西还给原来的主人，这是需要道歉的东西。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所拥有的土地，他所谓的国产，凭什么取得这些国产？而原住民族土地又流失了多少？等一下的李征可能不知道李征会不会有放那个图出来。就是原住民族土地的流失，会有哦。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土地
剩下多少，而原本又该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是政治上的因素。那道歉如果不谈那么久远的地方，我们刚刚有一位好朋友刚刚谈到了大陆的案件，去年才发生的事情。其实这种案件是层出不穷啊，它的症结点只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原住民族依照我们自己的传统规范，依照我们自己从家族里面的不断家族里面的教导，部落的教导的正确的事情去做事。Hello，OK，我们照我们的传统的智慧去做的事情，为什么被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是犯罪？而为什么要被中华民国政府关起来？我没有要哭，我没有要哭，不要紧张，只是有点热。大陆案就是一个案子，布农族也不止布农族，很多原住民族他们都是有，我们都拥有狩猎的文化，而且像刚刚小奈前面所说的，千百年来台湾的生物没有灭绝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我们的生物产生了灭绝呢？那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灭绝去归因成就是原住民族狩猎所产生的问题？而相反的，有很多的动物学者，甚至是生态学者去山上去实地勘察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野生的作物，因为野生的植物，因为动物的过度生长而被限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这才是生态浩劫。而我们的狩猎文化居然被中华民国定位成是犯罪，这个是需要道歉。还有吗？还有啊，也就在今年的五月二十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女士在就职的时候，他们的就职典礼到现在都还很多元庆在传。他说原住民族是怎么样呢？有人知道吗？我听到有人说吃大便，草莽，粗犷而草莽，哇，真是美妙的名词，粗犷而草莽。很多人会以为说，好像这种殖民的事件只会发生在亚洲，只会发生在比较落后的民族，或者是比较晚开化的民族。荷兰人跟西班牙人那个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他们自诩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很多都是带着基督信仰进来的。好，基督信仰认为什么呢？基督徒他们的任务，他们要为了荣耀上帝，他们为了荣耀上帝而活，要做上帝忠实的好管家。而做好管家的其中一条方式呢，就是好好的管理这片土地，好好的管理这片地图。好，所以荷兰人这些基督徒来了之后呢，他们发现原住民族，哎呀，粗犷而草莽，居然还会刀耕火种。哎，各位知道刀耕火种什么意思吗？刀耕火种，好，这是原住民族的这算不是游猎，这算什么？突然忘记名词。油耕方式，我们会控制呢一块土地的使用，在可能他种了大概两年三年之后呢，我们就移到别的地方，可能在他旁边一点点而已。我们会把这一块已经用过的土地，可能把上面的作物了，砍一砍之后烧掉，放火烧掉，然后使用他旁边的土地，让这块土地可以继续生养生息，这样好奇怪，休养生息，抱歉，中文不好。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我们自己的做我们自己的畜牧业。好，荷兰人看到就说：“哎呀，粗犷而草莽，你们这样子使用土地实在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方式。哎，我来教你们，好，你们把土地给我。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基督徒，我是来做上帝的好管家，我来帮你，我要荣耀上帝的名，我要好好的管理这块土地。”而你们这样子的方式呢，并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要达成这样子的目的，甚至呢，你们根本不是人吧？一开始殖民主义盛行在全球的时候，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去寻求他们的殖民地，对待当地的族群，
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你们不是人，所以我可以把你们的土地取来，我们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去使用。谢谢你的电风扇了，谢谢你把我当人看。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下来，中华民国政府也承继了很多这样子所得来的土地，所以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间被限缩到这个样子。很多人会认，从以前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原住民族在台湾的社经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啊，原住民族爱喝酒啊，原住民族不爱读书了、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很多时候生活结构的压迫，并不能够这样子，应该说生活的弱势，并不能够这样子归因于一个单一的因素。在座各位应该长期在关注社会议题，应该了解说阶级的复制以及阶级的逆转是非常的困难。而原住民族呢，在这样子400年来的殖民历史中，我们失去了我们生存的工具。我们甚至连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传统智慧而来的这些生存的技能都没办法继续使用，而变成说我们随着政府的更迭，我们要去适应政府的游戏规则。像中华民国政府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不能打猎，你打猎要被关。像大陆，什么？对，不能使用猎枪，甚至你的猎枪的要自制，要一定的规范。对，要使用最原始那个状态。来，拜托，日本时期我们就使用自制的枪支了，结果我们现在却去使用那种非常落后的东西，甚至于说我们拥有技术去制作枪支，更精良的设备，更安全的枪支的时候，却因为它违反了中华民国的枪炮弹药管械条例，而必须一样要被受罚。各位知道两公约吧？哎，一定知道两公约吧？择偶的常客一定知道两公约。两公约里面有一条呢，它是讲说人呢，每个人都拥有去享受科学进步的权利。而当原住民族自己发展出自己去学习的车床的技术，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制作自己的猎枪的时候，却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说啊不行，你的枪做得太好了，我要罚你，你的杀伤力过大，你的枪可以拿来杀人，哎，拜托一下，可以杀动物，不能杀人，这是什么道理？可以杀得了动物的，一定可以杀得了人的、啊。那是题外话，这是一个枪支也是一个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必须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而所以追根究底，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住民族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仍然受很多不同的压迫。或许各位平常的时候感觉不到，或许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族的青年，其实也不认为自己生活在压迫里面。我很喜欢北大一个法律系老师，他名叫张惠东，他在前几个月做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反思。他说他观察到，相较于汉民族或者是非原民族的青年，原住民族的青年似乎有更高的比例，跟花了更高的精神，在做与体制对抗这件事情上面，甚至是很多都是很优秀的青年，一样是对跟体制对抗，原住民族的青年的比例就是比较高。好，而长久下来，当非原的青年在追求个人的成长、个人的社经地位的提升的时候，原住民族的青年把精力呢花在对抗体制，而10年、20年后，原住民族的青年还在对抗体制，而追求个人成长的非原青年已经达到他想要的社经地位，社会阶级。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呈现，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循环。所以原住民族的生活条件拉不起来，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数据呈现出来会是长什么样子。只不过确实，张惠东老师这样子的观察是我们所忧虑的东西。
当我们一直在去，当我们一直在跟体制对抗的时候，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差。所以呢，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族青年去选择，好了，我不要跟体制对抗了，追求什么土地正义，追求什么历史正义。小英干嘛要跟我道歉？你给我更好的工作环境就好了吧？也所以渐渐的，我们很多的青年呢，忘记了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好，我现在终于讲出来了，原住民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好，引战开始。引战文。不过如果真的要说的话，中华民国政府蔡英文他也认为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官方立场。对，要真的要引战文，原住民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可是原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为了这些这么长远源远流长的家破历史，蔡英文大后天要对原住民族道歉。虽然对他的内容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只不过其实我个人对这样子道歉的一个动作，我是抱持肯定的，这是一个开始。就是不过就是刚刚前面有一位长辈他说的，道歉完之后要如何去落实原住民族的权利的复苏，要去如何让原住民族跟这个主流社会去修复关系，一起迈向更美好的明天啊，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这才是我们需要再去更花一些精力在这个里面的地方。不过道歉仍然是我们所认为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东西，当然还是有很多可以挑剔的啦，不过道歉这个动作本身我们给予高度的肯定。我看一下还有多久，再给我十分钟可以吗？应该也给我们久了，对。所以如果要一句话总结的话，中华民国政府它是一个殖民的政府。好，我们同意这一点吗？还是现场有反对意见？我们现在可以来对话一下，我们可以聊到后面再对话。中华民国是一个殖民的政府，它所寄受的是前面各个从河西、震惊、清廷、日本所流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它有必要为这个不正义的过去来去做一个道歉。这是第一个殖民的历史，而通过这样的在殖民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又通过了各种同化政策，去要求原住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然后现在才开始说啊，不行，我们要保护很珍贵的原住民族文化。因为南岛语族，据目前的通说，应该是从台湾这块岛流散出去的，先破坏它，然后再保护它。哦，好高明。当然也不能用一个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啊，只不过历史的事实就是存在那边，同化政策就是这个样子。那同化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流失，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继续流传下去，这个也是要道歉。还有历史的正义，刚刚小奈前面也谈到的啊，无缝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东西啊，粗犷的草莽呢，是不是也是一个需要道歉的东西？所以，目前我没有很追踪了。不知道后面有几位高中生有在 follow 课纲的事情吗？课纲学生会学生代表的，对，后面有学代，是哦，哎呦，好，别讲太多。课纲里面的调整，原住民族的角度或是台湾史的角度，要去如何去琢磨，这也是一个需要再去调整的事情。而中华民国政府也必须要道歉，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在许多教科书里面提供了不正确的资讯。好，无缝是一个，后面还有没有？开山抚番，申报真，你们对申报真的印象如何？你们对郑成功的印象又如何？要不要问问看平埔族群对郑成功的感觉怎么样？这个东西也是必须要去证实的一个历史正义的恢复。所以追根究底，小英道歉呢是
转型正义的第一步。而这个转型正义，我们常常谈到转型正义，都直觉想到228的白色恐怖历史啊。现在很多人在面对白色恐怖这四个字的时候，应该没有人认为这是好棒棒的一个政策吧？应该没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好棒棒，需要给予鼓励的一段历史，然后觉得好荣耀，没有了。白色恐怖的转型正义差不多了，也没有到差不多，还有很多要做的啦。只不过这个意识的传播已经 OK 了。那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呢？甚至更高一层的层次是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什么时候才有办法让主流社会所了解？而道歉只是第一步，后面呢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努力的地方，包括原住民族的传统惯习跟他中华民国法律要去如何调和。包括了原住民族土地的权益的恢复，包括原住民族长期被污名化所带来的后果。污名化很恐怖，污名化不是只是觉得说啊，就一个人受害而已，不是。污名化它是会带动整个族群的自信的崩解，造成族群自卑。各位有没有看过报告班长？看过施孝荣那个角色吧？就讲话后面都会讲啊，你从哪里来的啦？啊，你刚刚吃什么的啦？假的，业障重。施孝荣本人的说法是他当时在拍这些片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讲这些东西，那个是后面配音配进去的。而透过这样子，是中影拍的片吗？不知道，反正透过这样子一个大力的放送，中华民国国片宣扬国军的好，然后同时又贬义原住民族的形象。主流社会有多少人在第一次认识原住民的时候就说：“哎呀，所以你们讲话都会得啦，或者直接就模仿了。哎呀，所以你从哪里来的啦？”原住民没有在这样说话的，假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真的变成海盗，我找不过来了。所以污名化，它真的是会让整个民族的自信低落。不讨论这边可以讨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因为你们也不知道，包括班长他也没跟你们说他是哪一个族群的嘛。所以整个原住民族的自信是这样子崩解，或者是在面对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就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子的质疑，我们自己也不懂。啊，各位有在上脸书的话，最近可以搜寻一个粉丝专页，叫做超北七。超级的超，北边的北，七是七是哦，你要让大家看一下哦，超北七，他最近拍了一部短片，蛮有趣的，讲刻板印象。没关系，带回去就可以自己看，他的名字在这边，超北七，很有趣的一个短片，他谈的就是主流社会对原住民族的一个错误想象，而这些错误的想象呢，中华民国政府没有责任吗？这个要道歉。所以好，我要做个结论了。八月一号小英的道歉呢，一个对不起，一个我们过去做错了，包山包海，有非常多的东西，包括了土地，包括了权力，包括了歧视，各种历史上面给予的污名，各种现代法律的一个压迫，或者是说在工作环境上的一个照顾，种种，甚至于说，光是连我们的法制内容都，我们政府都在违法。各位知道我们有一部法律叫《原住民族基本法》，它在2005年的时候制定的。那个时候的34条说呢，要在3年内完成通盘检讨中华民国自己的法律，要来适应《原住民族基本法》。啊，也是假的。到目前为止，我只看他如果真的要去通盘检讨的话，至少要增订或者是修改二十来部法律，没有进度，非常严重的落后。到现在已经2016年了，去年是原基法施行的10周年，今年是第11年，原基法有没有落实啊？这是我们后续要去继续不断的去挑战这个政府，甚至催促这个政府，到完全以为就没事了吗？当然不是啊，
你的法治要去落实，你的政府要去带头去，去肯定原基法的存在，而不是一碰到原基法就闪闪躲躲的。你政府带头违法，什么时候要改过来？好了，先到现在说了。那我们刚刚一直谈到转型正义呢，透过道歉就可以台湾就可以是一个很不错的第一步。而到底转型正义它在聊什么东西？好了，就放在结论里面一次讲就好了。台湾的主流社会跟原住民族存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也没有到非常紧张，不过始终是一个紧张的关系。原住民族考试可以加分，好，你们现在第一眼脑中第一眼想到了什么念头？超好！为什么原住民可以加分？好，这就是一个需要被调整过来的东西。原住民族加分的理由是什么？政府是不是需要去把整个脉络跟正确的观念教导主流的社会来认识这样子的议题？而转型正义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让主流社会呢更从头再来。哦，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最主要要做的就是让原住民族跟主流社会的关系去修复、去和好、彼此认识，不要再是一个互相公干的一个局面。很多真的很多民族都会讲，我现在内耗，蓝绿二斗内耗，什么什么什么的。原住民族与非原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也是一种内耗啊。台湾社会要如何继续往前走呢？所以，当我们在谈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的时候，它当然不会只是原住民族自己的问题而已啊，是台湾社会全部都要去认真、去正视、去严肃看待的一件事情。而就先从了解一下为什么要道歉开始，开下我的时间。OK， 33分差不多了。我们待会应该还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些想法。好，那我就先简单的讲到这个地方，接下来要交给没有名字的人。嗨，大家好。嗨，大家好。好。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才会有人回应？大家好，我叫尹真哦。然后，在自我介绍之前啊，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粉丝专业。除了刚刚有提到，就是我的那个，我现在的没有名字的人这个粉丝专业之外，另外一个我们两个也都同时在内的组织叫做原住民族青年阵线。然后呢，大家如果想知道蔡英文为什么要在原住民日，我们也有分享，就如果想要知道蔡英文为什么要在原住民日道歉的话，可以直接参考我们的懒人包。然后呢，我们自己要制作一份懒人包，然后有另外一个人权团体的朋友也有帮我们制作懒人包。我相信大家从这个懒人包的文字跟介绍上面，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就是蔡英文道歉的理由跟原青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去 follow 蔡英文道歉的后续的讯息跟消息。好，那原住民族青年阵线。好，那再来就是，因为原本今天我被邀请来这边，想要说明的其实是我自己。其实是要说明的是平埔族群的转型正义这件事情。但其实平埔族群它也是原住民族，但是它现在是还没有被政府所认定的原住民族。大家知道原住民族有16族吧？那在这16族之外，其实在平地跟丘陵地区也有很多原住民族，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政府所承认。但是呢，我们的部落、我们的人群、那我们的文化甚至语言都还存在的。那所以蔡英文去年8月1号的时候，他也在他的原住民政策里面的9大项，其中一项就是平埔族群要恢复身份，这是蔡英文所承诺的。那所以大后天蔡英文到底会在平埔族群的议题上承诺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很多我们的族人都非常的焦虑跟关心的事情。那到底对平埔族群要道什么歉？平埔族群跟原住民族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自己其实是在3年前了。我其实在3年前，我今年25岁，3年前就是我大四的时候得知自己是
屏东的平埔族群。大家知道屏东平埔族群叫什么名字吗？道卡斯。还有呢？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马卡道。我们其中，我们现场也有其中一个择偶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这个书写团队的哈。那在当初其实是在一个偶然情况之下发现，本来我就只是一个会跟着法弄还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去参与原住民的议题。大家应该有听过反美丽湾，对不对？就是台东的一个大饭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参与在原住民族议题里面，然后跟着是反核，然后跟着是其他的原住民的部落破迁环境或是土地的议题。那原本我在部落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个就是询问，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帮我们？你为什么要来参与我们的议题跟事件？你又不是原住民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觉得很困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在场或多或少都有心中所关心的事情，那甚至有人投身其中。但是我没有办法，我那时候没有办法清楚的回答为什么我选了这一个题目，原住民族这个题目去身在其中，去协助，去帮忙，甚至其实应该说是去学习才对。但是后来我渐渐的去说服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原住民的议题里面，如果你身为是原住民族的话，你可能会更有发言权，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限制。那我作为一个当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汉人嘛，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汉人。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汉人，其实我们有一些别的角度，那有一些别的失力点，可以让我做到我的原住民族朋友们可能比较有限制的事情。那好巧不巧，在三年前有一天，就是有透过日治时期的户口调查簿，它上面会注记你的长辈的族群身份。那我在搜寻过程当中才发现到，原来我的阿嬷，我的妈妈的妈妈，她的身份注记是熟番的熟。那我回去问了以后才知道，确实我的外婆是来自屏东高树乡，也就是现在屏东的马卡道的聚居地的其中一个地方。那但是对我的妈妈而言，她纵然她小时候常常会被人家问说，你是不是原住民？可是对她而言，她已经没有关于原住民、关于平埔族或是关于马卡道的任何记忆了。所以我就非常困惑，这是怎么一回事？平埔族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我们曾经在日本时期没有很久哦，六十几年前，我们还曾经具有那样子的原住民身份，可是到了今天却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开始去追寻，开始去认识，那后来认识了一群好朋友，那我们去把他们的生命故事记录下来，都是跟我相似或雷同，在生命的某一段时间意识到自己身为平埔族群，身为原住民族。那他们在这过程里面遇到了很多的反思跟很多的矛盾。那我们把这些朋友们的照片连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没有名字的人。我们原住民族在整个主流社会里面已经够边缘了，那平埔族群在原住民社会里面就是边缘中的边缘。那我其实这边是什么？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是原民会底下的一个计划，然后是去协助平埔族群的部落做文化复振的工作，就是我现在的工作。那我之前是成大工业设计系毕业，然后之后也在原住民政策协会担任理事，然后曾经做过岛国前进的美编，然后现在是美角杂志的美编这样子。猜我为什么道歉呢？其实为什么道歉？那就犯了错啊。不然我怎么道歉？那犯了什么错呢？我觉得这个错不是蔡英文个人犯的错，而是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他必须代表整个政权去为这个政权所犯下的过错，去向这个过错造成影响的对象做道歉。那第一个过错在于中华民国政府剥夺平埔族群原住民的身份的这个罪过。什么神秘的声音？那个
下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原住民人口有多少？21，还有嘞？50，54，53。应该没有人相信是85%吧？千万不要相信。好，那大家知道百分之？好了，是54%，原本是53，现在快要变成54。阿美族生的最多。54万，说错了，不是54%。54万，大家知道54万在台湾是占多少比例吗？2%。对，就是2%。对，那本来就是2%吗？本来原住民人口在台湾岛上的分布就是只有2%吗？显然不是嘛。那这张图它非常，就是从原住民族的历史不止400年。我们从起源神话时期开始，原住民族的创世神话，原住民族就已经存在了。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令人骄傲的事情，是从台湾南岛语族向外扩张，到今天整个南岛语族的分布，东南亚，然后太平洋群岛上面南岛语族的分布，有这么一说是从台湾所扩张出去的。那一直到了汉人社会来到台湾之后，也就是其实。有人说是中三国时代，有人说是明朝才来到台湾，元朝才来到台湾。不管如何，开始有，具有武力的政权来到台湾的时候，是从河西时期开始算起。那从河西时期到，日本时期，从河西时期到清朝时期，都称为外来垦殖的时期。它并没有一个，结构化的。政府组织制度性的去剥夺跟侵略的过程，而是透过蚕食鲸吞的一个拓垦的过程里面，去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将原住民族的土地跟文化给侵略掉。那到日本时期，它更是透过一个高压强制制度性的方式，去将原住民族的土地做管理，将原住民族的生活做管理。那最后来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原住民族的人数就像这个红色的区块一样，从100%到2%。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作为原住民族的后代，是不是就应该接受这个后果呢？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求应该要接受道歉，甚至说应该要接受补偿跟赔偿。那对于原住民族来而言，这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那。原住民族的分布，大家刚本来想问大家对于那个平埔族群有认识几族，但后来我想直接给大家看图就好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16族原住民之外，其实平埔族群在台湾也有10几族哦，从北到南，噶玛兰族已经证明成功了，然后再来凯达格兰、刀卡斯，然后巴仔、巴杰、噶哈布。然后噶哈布就是对噶哈乌，然后拍布拉、帕波拉，然后巴布萨、巴布萨，再来就是下面大家可能比较有听过的喜拉雅，然后大乌龙，然后马卡道，这些族群，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字眼啊？有的话可以举手给我看一下，有吗？听过几个？你们听过哪些？有听过巴布萨的，还有听过？刀卡斯的，可能是因为这边是中部，所以听过刀卡斯比较有可能。西拉雅应该也有听过吧？西拉雅这几年的那个证明运动非常的活跃。还有什么？凯达格兰，对。自从陈翠玉把它命名之后，大家没有人不知道凯达格兰了。好，这其实这几族的原住民族固然已经有很多人口流失，可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有。可以依循的部落，可以依循的人口，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工作要就是协助文化复振的，至少就有11个部落以上，各族分布在各族。这是我们马卡道族的长辈跟年轻人，然后这是我们在那个也是一次文化溯源的活动里面，然后这是西拉雅族台南嘉里镇北投洋部落的业绩。然后这个是高雄甲仙，现在在山林了，以前在甲仙，高雄山林的大武龙族的小林部落，大家听过小林吗？88风灾之后遭到活埋的那个村子，
后来他们其中一个迁村的地方，他们开始去附赠自己的文化。他们在丰代前就开始附赠文化了，只是在丰代之后他们更团结。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祭典上面的舞蹈表演。然后他们这个叫做大满舞团啊，大满这样。好，我们问到为什么这些大家看到活生生的这些族群会没有办法被认定为原住民族呢？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民国46年的时候。民国45到46年，当时候国民政府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受台湾，那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受台湾，然后又要开始进行那个明代的选举。那进行明代选举的时候，就要有选举名册。那就要有选举名册的时候呢，他就要去确认台湾的人有哪些人。那要确定台湾的人里面如何选举过程里面，还要确定原住民族的人口。那在原住民族人口里面呢，他这个时候就把原本在日本时代的所谓的高沙族，也就是所谓的清代的生番，直接认定成为山地原住民。那但是像阿美族、卑南族这些在日本时代是住在普通行政区的原住民族，然后他们也是认定为平地原住民。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对于原本日本时代的平埔族群，他有发一个公文，要求地方政府说，如果他日时期登记为熟，然后呢，他又继续住在普通行政区、平地行政区，那他可以来登记，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登记成平地山胞。可是这个公文的运送过程里面出了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份公文发给所有的地方政府，所以平埔族群在这个时候几乎不知道可以去登记成原住民。可是很吊诡的是，对山地原住民来讲，他们不需要去登记哦，他们是自动变成原住民。那平埔族群他必须要去登记，可是你想想看，平埔族群在民国46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历经了好几百年的被歧视、被叫还纳的这个过程，要叫他们在自己过去登记自己是平埔族群、自己是原住民族，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嘛。但是即使如此，即使政府不让平埔族群被登记为原住民，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是日本时代最后一次的国事调查，日本政府会做非常就是谨慎、非常细致的族群人口整理。在1935年的时候，这个红色的点点是日本政府调查出来的熟番的居住地。左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是1956年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民国45年的时候做了一次户口调查。那中华民国政府他做这个户口调查，他去问原住民说你是哪一族，可是他没有给平埔族的选项，他只有给当时是九族。然后如果你不是那九族的人，可是你又觉得你是原住民怎么办，我根本就没有可以选项。那结果他选项是什么？族系未详。所以民国45年右边这张图，中华民国政府在做户口调查的时候，几乎所有族系未详的人口被登进去的都是平埔族群。那你看，你看到在这两个图相差20年，20年后这一群族系未详、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所分布地几乎跟日本时代的时候这一群熟番人口是一模一样的，是几乎相同的分布区域。这也是就是说，到了1956年，平埔族群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都非常清楚，他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办法登记成原住民，他就在那九族里面随便选一族，而是他认为自己是原住民，但是政府只给我们族系未详这个选项，那我们就在这个选项里面等等看有没有一天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的族名给加进去。那到了今天，平埔族群到底还剩下多少人呢？刚刚大家知道说原住民现在被认定的总共有54万人，平埔族群大家可以看到在2002年，字有点小，2002年的时候，政大的教授推估了平埔族群的人口总数是26万人。这个是怎么推估出来的？从日本时代那个熟字的后代去推，就是人口增长去推估出来，才26。那有意愿在我们今天再回来登记的，在2011年的记录的时候有8万人。那目前原住民人口54万，
那26万，如果我们26万原住平埔族群都加回来的话，加54，这样是多少？26加54等于80，80刚好等于多少？等于今天在台湾的外国人的总数。今天在台湾的外国人总共也已经80万人了。所以即使我们全部的平埔原住民族跟平埔族群都加起来，我们也没有比在台湾的外国人来的多。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平埔族群，平埔族群如果要变原住民，原住民如果要加分，真的不会影响到大家啦。好，再来就是蔡英文要道什么歉？第二个，历代殖民政权把平埔族群当作是熟番，当作是爱友来以夷制夷的这份罪过，怎么讲呢？今天平埔族群它不具有原住民身份 的这个状况，其实是跟土地有很大的关系的。哎，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其实就是所谓的日本时代的户籍调查簿，每个人家里都有，非常推荐大家都去申请。就是你只要带着身份证跟你的那个印章，到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都可以申请。大概你们家日本时代可能是，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大概是爷爷都有，然后上面会清楚的去记载。你的族群身份，甚至是你的户籍地址。那像这个上面写的“熟”字的，就是所谓的平埔族群；那写的“生”字的，生番的“生”的，就是原住民。那如果你是来自福建省的，就会写“福”；如果是来自广东省的，就会写“广”。所以大致上可以去分辨出那个族群哈。今天平埔族群之所以没有办法证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土地流失。为什么土地流失呢？所谓的这个生跟熟的那个分法哦，它跟任何今天平埔族跟高山族之间并没有什么人种上的差异，然后呢，它只是一个历代的殖民政权，它把平地这一群丧失了土地的人，为什么丧失土地？因为汉人来拓垦，汉人拓垦的情况之下，平埔族群的土地大量流失，没办法，我们没有土地了，我们要怎么生活？然后刚好政府看到这一群人没有土地啊，想说刚好把这一群人调到边防去，调到当时所谓的番界山脚下的地带，也就是现在台三线的那个路径。那个地方没有人要开垦，因为离生番太近了，生番又凶狠，然后那个地那边都是冲积山，地又不好，然后他就把平埔族群都调到那个地方去。那调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成为番界，那地方是番界，那平埔族群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屯番兵。他负责的事情就是，阻挡生番下来杀人，然后也阻挡汉人上去开垦。他就变成一个中介者，然后他同时也会负责，山上跟山下的交易。所以很多平埔族群的命运就这样，他今天来到了这个夹心饼的地方，就三明治中间这个地方，然后他既被汉人当作是原住民而瞧不起，他又被山上的原住民当作是汉人而瞧不起，所以平埔族群命运一直到今天，还会有很多原住民族的朋友说：“啊，你们自己当初就是又不要当原住民，而且你们又来一直打我们，谁要让你们变成原住民呢、啊？”其实这个情绪是跟殖民政府他有意识的要把平埔族群当作是一个以夷制夷的工具很有关系。左边这张图就是当年的那个番界图，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红线，有没有？那条红线就是番界。所以今天很多平埔族群跟原住民族之间的差异，它其实不是我们体质上的差异，而是被这条番界的空间区隔所生产出来的。今天如果是泰雅族住在平地，是马卡道族住在山上，可能命运就会大不相同了。啊，这个是清朝时代的两条番界，这个番界不是固定的哦，每个那个皇帝都会依据当时的，应该不能是皇帝啦，每一个台湾的巡抚都会依据当时的情况去重新把这个番界做调整。好，那平埔族群在这样的历史的夹缝当中，到了今天，终于到了1990年之后呢，平埔族群开始复明。为什么？
为什么一开始民国45年的时候默不作声，然后到1990年的时候开始复明？大家可以想见，其实原住民族的证明运动也是到1987年的时候才开始，就是拒绝被称为山包，要叫我原住民。那从那一个社会气氛开始衍生，1990年后，平埔族群复明运动也开始了。那平埔族群复明运动其实非常辛苦，首先我们要做文化复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害人影响非常的多，那我们要把文化重新找回来，我们要把我们的语言文字历史重新找回来。那可是同时我们要去跟政府争取证明，那这是其中一次证明的一个证明运动的一个场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我们就没有办法被政府承认为原住民。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被政府承认为原住民，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文化复振，这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所以平埔族群的原住民哦，真的很需要大家的那个关心。虽然我今天没有带木管箱，但是大家，然后这是我们最近的一次哦，上礼拜一我们跟一群平埔族群年轻人跟长辈办了一个论坛在立法院。那我们拟定了这一次对小英道歉的诉求。我们的诉求是呢，有点小字，总之我们要求第一件事情是，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要在明天当天8月1号的时候宣布平埔族群为台湾的原住民族，而且要立刻开始进行还我身份的这个工作。那怎么进行呢？大家可能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台南县政府自从承认了西拉雅族为原住民之后，他就去做了西拉雅族的人口登记。西拉雅族现在人口登记大概有10000多人。那我们觉得，如果要让大家知道平埔族群是谁，在哪里，那我们应该先把平埔族群的后代也找出来才对啊。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它开放，我们可以去拿，我们就可以去登记我们是平埔族群。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户籍成本里面只要有熟字的后代，我就要让我们去做登记。那做完登记之后，你要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为道卡斯族，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为八仔族，我们可以继续来努力，继续来讨论。但是你至少要掌握我们的人口在哪里嘛？那这是我们的诉求，非常基本，非常简单。然后后来啊，我弄到一个就是8月1号总统道歉的那个流程，大家知道吗？总统真的非常保密耶，就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流程跟名单流出来。这个是梦到的哦，大家都是梦到的哦，对，就是所有的族群代表会在，其实老实讲，我们还蛮失望的啦。就是他的现在的做法就是非常的形式化，就是他把所有的原住民族群代表找来，但我们不知道他这个代表怎么呈现的，怎么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程序是什么。然后他们找出来之后呢，就会在7月31号把他们带进饭店里面，把他们监控，没有啦，把他们好好伺候着。然后隔天呢，就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那个有一个15分钟是民族代表步行至总统府正门口，那就是说会有一个仪式这样。可是真正的重点呢？他花了15分钟在步行。然后花了25分钟在安检的人员就位，花了5分钟在总统祭场，然后又花了10分钟在祈福。真正的道歉只有10分钟，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总统宣读道歉文稿只有10分钟。然后呢，原住民族代表发表感言只有10分钟。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所期盼的那个原住民族道歉仪式，关键只有20分钟，在8月1号。啊，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再调整啊，但是就是这个是有被受邀的那个长辈私下给我们看的这样。然后这是邀请卡，whatever。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哈，其实我自己对于小英道歉其实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啦。不管他今天道歉了什么内容，我们对于议题，然后对于原住民族的权益的努力都要继续。对小英的道歉其实是一个我们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就像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样的一个机会而已。所以小英为什么要道歉呢？可以用一张非常简单的图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这个绿色的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好，说完了。我看一下，
大家有其他的想法的话，我们再一起来讨论跟交流。谢谢大家。怡真哈，然后因为我发现我刚刚一开始主持有点失职，就是我好像没有先稍微提一下，因为反正他的对，但是他们都有对原住民的相关的议题有些研究跟涉猎，但是因为反正他其实是学法律背景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刚刚你会听到法诺的分享是蛮多从法律就制度面的去讨论这样子。好，然后刚刚像怡真他也讲的就是贫富族真的是边缘中的边缘，就是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关心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个 Q&A 的时间，那哲武的话的习惯是，就是我们一次收集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请讲者来做回答。那有没有要问问题？好，一位，好，还有第二位吗？大家把握时间哦，因为有时候通常都会越讨论越热烈，然后大家都会舍不得离开。一开始就可以先问啊，两位。那我们就先两位，那大家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想一下有没有问题这样子。主持人好，大家好，然后讲者好。我有两个问题，我想回到刚刚那个最后一张图那边。对，不好意思，就是我基本上是很支持就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不管是就是如果分高山族、低谷族两部分。对，但是十七世纪初或是更早之前，就是到底土地是不是属于原住民族的，我还是有点疑问啦。对，我是很认同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要做，但是像在那之前，可能有比如说史前人类，那难道就是土地不是史前人类的吗？对，那史前人类比你们更早来到这边，可能最后史前人类变成平埔族或是原住民族。高山族的后代，应该就是原住民族是从史前人来的，或是原住民族把史前人消灭掉了。对，这可能是有两个不同的说法。那另外一个是小矮人，对，因为其实在很多传说也有小黑人、小矮黑人。那这些小矮黑人如今在就是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岛国还是上有被发现，台湾有很多小矮黑人的居住的遗迹在，虽然目前还没有就是科学证。找到他们的什么头骨或什么之类，但是就是清朝的文献或是一些居住遗址都是有小矮黑人存在的这个痕迹。那只是他们今天可能被你们消灭掉，像塞夏族不是有一个就是把桥割掉，然后小矮人掉下去，然后在很多原住民传说也有跟小矮人有一些互动的这个地方。那我就是对于就是原住民族是不是台湾人的土地这件事情，就是指现阶段呢，还是说一直以来都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在阐述这个论点的时候，要把那个时间给那个时间，就是说，比如说几年到几年，原住民族是台湾的主人这件事情，然后阐述清楚，不然一直往前的话，像那个图好了，因为在十七世纪初，可能全台湾是一个部落的形式。那其实那时候部落也没有说什么我跟你是联盟，或者我跟你是认识，大家的土地就是我这个部落是我这个部落，我这个部落是我的部落，我这个族是我这个族，并没有说我全台湾是原住民族。我觉得就是这种概念越笼统，因为大家是分散的，并不是说什么就是整个土地好像就是你们所有原住民族，而是属于各个部落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疑问，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后是在阐述原住民。台湾土地是属于原住民这个论点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的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定义上，就再画的清晰一点？这样，对。那我这个问题是说，就是我在看网上的文章，就在讨论说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这一块的时候，好像在土地上讨论土地这一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土地对原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土地上包含就是耕作或是狩猎等等东西，但是像在这。就是从国家的层级来讲，就好像日本政府他们就是日令第26条，就关于林野及樟脑制造区域条例，他在1895年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条例开始有这个法人依据，让原住民的土地，如果你没有清代的地契或是说证明的文件，你就会被抹消掉这个资格，你没有办法证明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以我理解来讲，好像因为清代在那之前它是比较属于消极制的，它就是用。
就是用番界把你隔开这样。对，那黄色是时期之后，因为他们开发的需求，他们开始有用法源的这个依据去把土地从就是原住民这种模糊地带变成国家的这个进程这样。那好像在我看网络上或是说今天的分享，好像没有特别听到说，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好像是从其实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原住民的土地就正式在法律上被变成国家这样子的。对，那到后来的水源保留、各种保留地，就是慢慢的，一开始是一点点，后来就是他们被转卖给汉人，到国民政府接受之后，就越来越多的，所以越来越限缩这样。好像这个论点，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是到底是谁做的，好像都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实际上是日本人，可能是日本人开始用法律去把土地给占过来的，好像这以后是这个部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考量，所以没有讲这一块，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猎枪啊，所以我想要请教律师，就是像原住民的猎枪，那时候我们为了讨论这件事，我们有去查阅资料，可是其实找不太到外国怎么去规范这种原住民的狩猎权使用枪，因为刚好美国的原住民是可以用枪支的样子，可是他们美国本来就是有允许使用枪支的国家，可是像加拿大或澳洲，我们好像不太知道说，像中华民国这种，他不允许人民持有枪，可是原住民他的狩猎权里面必须要使用枪支文化的时候，法律是怎么规范的？那另外我想进一步请教是关于原住民权利，或是那个像中华民国叫做原住民自治条例这一类的法律规定，因为我们国家好像对这个东西还不成熟，可是在国外其他国家，他你有没有认为中华民国比较需要具备的关于原住民的权利的法案，但是中华民国目前还没有的部分，想要请教律师，谢谢。那我就先回应刚刚的问题。其实，我本来简报里面是有放那个从清朝时代所对于原住民的赊，对藩赊所收的赊饷。然后到藩族的这个土地拓垦过程，一直到日本时代的那个政府，他用哪一种法律去让原住民族的土地被控制的这个整理。但是因为就是后来考量，今天想说不是不是我不确定该怎么讲，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给删掉了。其实我觉得刚刚的问题是我之前跟我的朋友们常在讨论的逻辑，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讲土地是原住民族的话，那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台湾岛是三叶虫的，或者说整个全世界的土地都是黑猩猩的。所以到底土地是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变成去思考说，原住民族并不拥有土地，就是所以我也不会主张原住民族拥有台湾的土地，我会更倾向的去认为原住民族对于土地的使用，并不认为土地是一个可以具有私人的产权，可以被买卖，然后可以被移交的一个交易物品。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转变是，原本在清朝中叶之前，对于藩社他所要缴纳的租税，用的正是社饷，就是那个一个石一个饷。他要求的是一个社必须要集体去缴出足够的粮食给国家，但是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他开始将藩租变成藩业，那也就是说，原住民族的土地，它变成从我们这一群人在这块土地上，这一群人一起去缴出来的藩租，变成是你这个人所拥有的这块土地，它所生产出来的粮食的几分之几，你必须要缴纳给清朝政府。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埔族群的，至少平埔族群那时候身番还没有被处理到，平埔族群的土地开始进入了土地交易的这个过程。那所以今天原住民族是如何去宣称要还我土地呢？我想你第二个问题应该是要去问这个，我们如何去宣称这块土地是我的，然后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还给我。其实今天我不知道在非常多的还我土地的案例里面，比方说像在花莲，他并不是在说这块土地是我，而是在说这块土地是我爷爷留给我使用的。
可是今天我要继续去使用它的时候，为什么它会需要保全？因为它的家业、它的生存都依赖这块土地所产生的经济作物上面，的获利经济作物，但是它养活了它。那所以它的对于这块土地的边界跟所属，它的认知是过去我跟我隔壁的人所堆起来的这块石墙，就是我们认定这个土地。所属的边界。那所以回到刚刚第三个问题，日本时代透过法律将原住民族生产樟脑的区域，所以原本在原住民族的部落范围内的可以生产樟脑的土地成为日本政府。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思考，其实是这原住民族他们有自己的秩序跟规范，可是他却要受到一个外来的法律的规范，而让自己的部落内区域受到剥夺。我觉得今天在谈还我传统领域，或是还我土地，他都不是在谈一个还我地权这件事情，而是在讲还我使用权。如果用现代词汇来讲的话，比较像是使用权这个概念。所以今天原住民族所剩下的地，现在右下角这个图叫做原住民保留地。那这个保留是地是在那个地的所有人上面是原住民，但是这个地它只是一个对现在的原住民来说是仅有的可以耕作的空间，但是过去我们可以去采集，可以去狩猎，然后可以去进行祭仪的空间，今天都变成林务局的，变成台糖的，变成水利局的地。那它造成的不是我们的土地没了，而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采集，而是让我们去狩猎的时候会受到国家，会去狩猎的时候会被关进监牢，而是让我们去祭仪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在这里进行祭典。但其实我觉得那个荒谬的点是在于说，我们原住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当然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生物，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过的生活，今天受到的，在日本政府之前，或许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文化侵略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是透过一个有组织的政权，透过法律跟制度去剥夺。但是在日治时期之后，对于原住民族的，在土地上使用的权利的这个剥夺，它就是透过集体性的国家暴力去进行的侵略。那我觉得，如果要讲转型正义的话，或许可以去。我如果要讲转型正义的话，转型正义是透过是威权政府他所犯下的暴行，然后在新政府的过程里面要去澄清。那日本政府之以价都是可以透过转型正义的概念去厘清它。但在日本政府以前，我们现在用的一个词汇叫做历史正义。原住民族宣称的不是土地的权利，而是自然主权。这也是过去我们在讨论宪法里面应该要纳入原住民族专章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利，我们的定义是所谓的自然主权。然后，不好意思，会有点长。就最后，我想要再重新小小一点，就是关于清朝政府是不是消极制裁，我觉得这点可以去厘清。因为我们过去对于清朝政府在治理台湾的时候的认识是透过我自己是透过教科书，但是消极制裁这件事情，现在对于很多中研院的学者来说，其实是一个要打上问号的事情。包括原本非常有名的专著叫做《番大租》，然后是柯志明老师所写的，然后还有最近刚出版的邵世博的那个叫什么名字？邵世博的对于台湾边境的清朝治理时期的一本专著，他也都是在透过清朝时期的文献重新去爬出说，清朝政府真的是消极治理吗？他对于熟番，至少熟番跟台湾番界边境的这个治理可以说是非常的积极，甚至是有意识的去操作族群之间的关系。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认知我自己也都还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这是一个小补充，谢谢。
OK， 谢谢宇珍。我刚刚主要被 Q 的是猎枪的方面嘛，那可是关于土地的部分，我有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殖民者，他到一块殖民地时候，与当地的原住民族所沟通的一个小故事。可是，这个故事怎么流传出来的也不可考啊。只不过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在台湾原住民族身上，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类比的那个概念。他故事是这个样子，那个殖民者来到这块土地上啊，漂洋过海到这个土地来，看到一个原住民族啊，黑黑的草莽啊，然后就问他说：“哎呀，那块土地是谁的？用什么方式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用什么方式沟通我不晓得。反正殖民者就问那原住民族说：‘哎，这一块土地这么漂亮，可以种很多好的东西，请问这个土地是谁的？’那原住民这样回答啊，然后再问张大云：‘那土地到底是谁的啊？那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你的吗？’”他也是给他回答哈，原住民族没有那个概念。那原住民族回答他说：“我不懂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回应他说：“这块土地在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在了；在我妈妈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在了；在我的祖先来之前，它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是我们可以拥有它？应该是这个土地拥有我们才对。”所以，在谈到土地的时候，这个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很容易跟主流社会做一个会有一些冲突的一个议题的。不过呢，在这个总是要一直要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原住民族谈到土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谈的不是，非原所类似那种可以把土地商品化的所有权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谈土地的，我们要还我土地运动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那个主体。不是个人，它是一个集体权的概念。对，或许没有直接针对你的问题做一个回应，只不过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我刚刚直接被 Q 到的是猎枪，然后只不过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怎么做的笔记，我只写到猎枪两个字，后面都忘记了。对，那你刚刚既然谈到这个猎枪的案件，然后又以美国为例哈，美国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在枪支的使用上比较特殊一些。他们的宪法的第五修正案呢，赋予了人民拥有猎枪的权利是宪法所保障的，而他们拥有枪支的权利的依据呢是，美国的立宪者认为，拥有枪支是确保政府清廉、确保政府正当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政府走向一个集权、走向一个独裁的话，人民有机会拿起枪支来去推翻政府。对，这是美国拥有枪支的一个。让人民拥有枪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精神，这是宪法第五修正案。那至于你说，台湾原住民族如果不使用猎枪的话，可以使用什么东西？是这样子的疑问吗？还是可以再补充一下你的问题，再具体一些？就是我想知道说，因为刚好中华民国它是不允许使用枪支的嘛，那原住民的狩猎犬要使用枪支的话，国外有其他的国家是有适当的法律去做这样规范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原住民的朋友一直说那是属于他们的狩猎权和文化，可是就我自己的认识，我也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就是一个国家不允许使用的权利，但是某些族群有的话，那有点像是特许权的意味。但是对原住民来讲，那是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我们需要有特许权才可以行使我们的文化，所以在法律的观点，中华民国没有比较好的解答。我想问说，其他国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子？所以是要做一个比较法的一个。分析好的，如果稍微做一个比较法的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直接老实告诉你，这个议题我没有特别的去关注到其他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立法例。对，那可是如果说是在当时我们在讨论原住民族使用猎枪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一个点，在很多国家呢，他们是可以合法的狩猎，可是他们的合法的狩猎呢，他们的本质是娱乐。他们是娱乐本质的狩猎，然后他们可以使用枪支。可是呢，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的狩猎，它的本质它就不是一个娱乐了，它有很多种，它有很多种背后的一个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记忆。我为了我的记忆的一个进行，我必须要狩猎到这些猎物，或者是单纯，或者是也有可能是我就是要吃。我的妈妈，我九十几岁，她想念山产的味道。就是大陆他当时上山打猎的一个理由。而至于说在台湾的法制化，
是不是可以有在国际上其他的法制的话，认为说把特定的族群拉出来说，赋予你有这样子使用枪支的权利？对，实说说实在我不知道。那只不过如果说要在台湾去立这样子的法，去在法制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话，是不是会有你说的像有一个特许，然后可是原住民族却认为说这是我本来就应该要拥有的权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确实是，确实是这个样子，没有错。那只不过在还是老话那一句，在陈水扁政府执行，在陈水扁政府执政那个时候，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就已经制定了，他就已经赋予了原住民族有在自己的原住民族地区里面有去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一个权利。而既然中华民国政府都已经去制定了原住民族基本法，那现在只不过就是配套的法制并没有完全的健全，等于说原住民族基本法就是一个被架空在放在那个地方，可是就变成就因为底下的执法没有定，变就摆在那边好看，我们看得到吃不到，所以变成说会不会是一个特许？如果说真的要去以个汉人跟非原社会来去做比较的话，哦，或许是这个样子，没有错。确实，以非原角度来看，那对人的原住民可以拿枪耶，好可怕！拿枪进监狱怎么办？政界哦。可是仍然是必须要去回到那个脉络当中去解读，说为什么我们要赋予原住民族拿枪的权利？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或者千百年来，或者在跟现在跟日本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学会了使用枪支，我们用使用枪支去狩猎，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维持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活，去获取蛋白质，很单纯的这样子啊，就是获取健康的蛋白质。那为什么一个殖民政府来说是限制了我们这样子的权利？我会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去理解，为什么应该要赋予原住民族持有枪支的这个权利？也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讲究先来后到，而是它的历史脉络，它的事实就是长这个样子。而被限制，现在被限制的状态反而是一个压迫，是不正确的状态，而是必须借由解禁，或许更政治高度一点的话，可能除秽吧，在法治里面除秽吧。凭什么要把我们猎枪污名化？我们的猎枪，我们使用猎枪，我们在日本时代我们使用的春田式步枪，那是日本的兵工厂所制造的猎枪。那可是我们现在却只能用自己的拿模板钉，然后去拿枪管，然后自己去车床车出来，大概射了20发之后就有膛炸危险的枪支。这是一个倒退。可是那这个倒退的起因，却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的之后才发生的。而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线索，我们就可以去问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义的选项？如果要去谈治安的危害，实际很多人会很多人在对面跟枪支的议题的时候，会有治安，会以治安来去做一个缩帖，说啊，枪支这样子流窜到原住民使用，万一原住民拿来杀人怎么办？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法办啊，当然也是法办啊。他原住民在使用猎枪，他就是猎枪，他拿来杀人，他就是杀人工具，有什么不知？不能够拿来开放的点，其实我在理解这个部分一直有一个困难了，对。而且就我自己所认识的猎人，他们在对待枪支的那个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你们知道，女性不能拿枪，女性不能够碰猎人的枪支。要占性别吗？对，只是要强调说，我们的猎人在看待枪支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对，而且。我们在谈到人类的规范的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想到了实定法，那中华民国法制底下一条第几条底下相关单位某些条例第几条，叭叭叭叭叭，这是规范没有错。而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传统规范，我自己是认为，我们自己的传统规范是足够约束猎人的行为，跟我原住民族使用猎人
使用枪械的行为的，对一些些简单的心得真的分享，所以可能对你的问题没有直接的解答到。我们再开放最后一轮的问题，还有人有补充吗？一位，好，两位。那因为哦，在最后一轮我们就差不多就要结束，要预告下个礼拜的主题。好，那三位。好，那这边就是我想，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朋友都是原住民，那就是像是我今年高中刚毕业，那我们高中毕业前呢，其实就有学测跟指考嘛，那我们在这两个升学考试上面会讲到说原住民加分的部分，那其实他们好像是说有，就是有一定单数，就是除了你具有原住民身份之外，你要通过母语检定。那之前我就问过一个朋友说你有没有去考，他说没有。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不考，你可以加分耶。他说为什么我要透过一个外人定的母语认证来证明我是一个原住民的身份，然后来达成这样加分的目的，他觉得这样很没有意义。那我想就是请问说你们对于母语认证然后加分的这个事情的看法，谢谢。你好，就是我有两个问题，那就是短短的这样。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狩猎的那个、啊，就是传统的规范可以去约束枪支的使用，可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很多，那部落也很多，也有都是原住民，那真的能够确保说以前的可能在部落时代那样的规范的传统规范影响力，到了现在他们已经。被就是所谓的文化入侵之后，他们还能够真的那么就是那样的，就是完全受到那个规范，会不会很多东西都已经断掉？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去反对他们开放给某些人，可能在某些部落真的很严谨，传得很好的老猎人，可能真的会去盯这一块，但会不会有些地方其实已经变得没那么严谨了？这样，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啊，对，会有这疑虑。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就是像。如果你们要推这种、原住民相关议题的话，毕竟只有 2%， 就是所有原住民族加起来。那我很好奇说你们的战略或是你们的策略怎么去让另外 98% 的台湾人愿意去看你们这个东西，因为虽然就是经历318或是红中秋事件等之后，然后大家会参与公民运动或受益越来越多，但是议题太多了，我身边很多关注社会议题的朋友，但是愿意投到原住民这块身上的，除非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机缘或什么，不然好像就是会被分散掉。那可是往往就是如果感觉人少，像太阳花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只有300个人去，会不会其实效力就很少？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玩原运的或是推原住民议题的人就这么少，那到底？这个力量什么时候才能够很大到影响政府？会不会你刚才讲，你20年之后你还在玩社运对抗体制，或者到80岁之后你还在对抗这个体制？这样，那有没有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战略或想法能够去撼动到另外98%非原民族群的这些？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谢谢。请问那个管老王，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政府在小英政府啊跟原住民道歉只有几分钟而已，你比照加拿大政府跟澳洲政府，他对原住民的政策哦，我除了道歉以外，你们还可以要求政府做些什么？谢谢。我先从最后一个，印象最深刻。刚刚李真就谈到一个了，平埔如果是平埔族群议题的话，道完歉之后，他们平埔族群很具体的谈到说，8月1号你就是要证明，你就是要确认我们平埔族群是拥有关键原住民族的身份，这是第一个。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议题，像我一开始在分享的很多很多部分，那些其实我认为都是可以被要求的事情。原住法里面有一条是谈到说。有毒物质不能存放于原住民族地区，
原计法里面有这样子明文规定，三十一条你记得啊？有毒物质不能存放于原住民族地区。那兰屿的核废料厂该怎么处理？你道完歉了，你承认你殖民的错误了，你承认你压迫原住民族的历史了，这些核废料搬走，我不管你要怎么处理，你原基法三十一条就已经规定了这个样子，你却还是这样子做啊？我现在也没有多邀请你做什么别的事情，我要求你照着原基法走，就直接先讲第一条，我们也不要太要求太多，你响应道歉 ，OK， 好，我们原住民族接受，那接下来我们也不要先不要提新的，我们之后慢慢谈。你先落实你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我们在后面慢慢谈其他的突破。好，那或许这个也是可以刚刚回应到他的战略的部分。战略的部分，哎呀，讲到这个就会哭啊。其实真的就像我刚前面说的，我其实我自己也不敢太乐观。只不过目前最迫在眼前的话，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今年了，就真的是今年。小英要道歉了。那上个这个月不当党产条例也过了，那有没有可能在下个会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不当国产条例呢？中华民国的国产不当取得的，是不是要清理一下？对，我觉得这至少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的这四年，他下一个四年会不会继续执政不知道，只不过这四年我觉得是有较多的空间可以去争取的关键。那至于再长一点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是蛮悲观的。对，那包括刚刚前面除了猎枪之外，还有好像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回应到，就关于原住民族法治的一个落实的。就像刚刚前面就说了，原住民族三十一条规范中有毒物质不能存放于原住民族地区，那补偿呢？你违法了这么久，然后造成了兰屿地方的居民这样这么多产生这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病变，不要再拿什么，有时候台电会拿一些很匪夷所思的研究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啦。只不过就是从事实上来讲，从核废料在那边开始盖，开始落成，开始存放核废料的时候，事实上兰屿的人就是开始生病了。那跟我说没有因果关系，虽然说我不是学核能化工之类的学科，不过我真的不相信它没有因果关系了。三十一条先落实嘛，还有其他法制的话，我们的原基法里面有，刚刚大概算一下，应该还有23部法律至少要制定出来，包括了可能自治，包括了我们的语言，包括了还有一个很有趣哦，原住民族地区的山川、山地、河川、景物要依照原住民族的命名方式。各位知道花莲县有一个地方叫光复乡，长这好难过。光复乡其实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太巴郎，一个叫马太安。对，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叫光复？对吧？或者是说，太阳族的村庄里面也是很多地方，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像我家在玉里，可能我特别叫不要在玉里，它玉里的名字很好听哎。如果就算是写成中文也很好听。玉里的话，我们给它名字叫普石阁。之前有人把它写成普石阁，很美哎，普石阁是不是？那甚至于说，我自己是比较在意的一点是，今天的图片上面是写我罗马拼音的写法，可是我的登记的方式却是必须要用汉字。我的身份证上面是写法隆点星降，星星的星，降下来的降，法隆星降。就如果真的照北京话念法，我叫做法隆星降，可是正确的话叫做法隆星降。虽然说这个政府已经让原住民族可以登记自己原本的传统姓名，可是却仍然是必须要去使用中文字来去做一个音译。我认为这个其实。为什么让我们就单纯的使罗马拼音来表示我们的名字，有何不可？这或许这也是一个可以再去继续开展讨论的一个部分。那其他目前我还没有暂时想到有需要，我这边可以回应的，所以现在交给没有名字的人。
好，刚刚奎因这边这位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是那个我们有什么策略来让杨花具有影响力？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质问的。那如果有这个，其实如果要让杨花发挥影响力的话，第一件事情就应该争取偏股族群的证明，这样就可以让杨花变成2.5%。就是我们可以，0.5%在100%里面也是有力量的，好吗？然后再来，我们也会讨论说我们要多深一点这样。老实讲，这个问题真的是很绝望啊，但是也不能说很绝望，就是我自己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原住民族文化来说，在整个不管是汉人政主流的汉人文化底下，或者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运作当中，原住民族的文化都越来越站不住脚。那我干嘛就是还要花时间在一个，就像孙大川他曾经形容原住民族的文化是在迈向黄昏一样，那我为什么不要去无念设计呢？我干嘛不要去当个就是全职的设计师，然后去宜兰设计节参展啊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不甘心吧，就是不甘心我们是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变成今天这个处境，可是我们又只能够去被动的去接受。我觉得这个被动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很像在演电影最后就是那种好像孤注一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策略是这几年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所谓的纯正血统的原住民族，如果真的要去谈如果真的要把汉人赶出台湾的话，我要把我自己切成3/4，然后把3丢去，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族群交融的过程跟结果其实就是这个岛屿的历史的结果的一部分，所以原住民族今天即使是在争取人权，也不是在主张要把汉人赶出去，或者是汉人就应该要跪在地上跟我们道歉，并不是这个状况，而是说我们如何在现在的这个族群的分布跟我们现在的文化互动的情形底下，我们可以去看见彼此的不同，然后看见尊重彼此的过去，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最近有一种做法是想要培养更多的熟汉，就是有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汉人的朋友愿意去了解跟认识原住民族的话，那对原住民族运动来讲，它就不是2%在用力而已啊。所以，争取更多的汉人朋友的认同跟支持，其实是我这几年，因为我自己很清楚，作为一个汉人的身份的时候，在原住民议题里面，有的时候会遭受到的，一些情绪。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汉人朋友会来问我说，他们想要更认识部落，他们想要更了解原住民的文化，那他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认识，那也希望有更越来越多的，非原住民族的朋友可以一起去认识这个岛屿上曾经居住过的这么多样子的人。那如果如此一来，或许就有机会让2%不再只是2%。那这是我目前有想到，而且也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我必须讲实话，原住民族的社群确实是有封闭性的。那这个封闭性有的时候当然是必须要去维持我们被欺负，当然要团结起来，会有那种心态，就是我们去外面可能会被歧视，那我们聚在一起就能够彼此陪伴彼此。那有的时候这种封闭性它确实也会让不要说汉人，可能让都市原住民都会觉得不被包容不被接纳。那我自己一直碰到，我自己也认识很多这种都市原住民，那我也希望原住民人口一定够少，那都市原住民不要再被这种封闭的现象所排拒，他们可以即使自己已经没有了文化或是可能忘记语言，可是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自己本来选择的事情，而是我们在这个历史情境之下不得不然的结果。那我会觉得既然时间点到了2016年，我们
们就应该从2016年开始去面对现在的情况，找出现在的解答。所以我想象当中的原住民族未来，也不是回到400年前的状态，也不是说回到去台湾就是原住民族状态，而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起点去思考，我们想要一起拥有什么样子的未来，我们想要在这个台湾岛上怎么样一起过生活，怎么样一起在各自的文化底下包容互动。那这是我的想法。那刚刚第一个问题，对于狩猎犬的部分，我不否认，其实大陆那件事情啊，两次记者会的声明稿都是我写的。那我非常清楚，有好几件过我们在诉求过程里面讲出来的狩猎的案件，其实确实会有族人自己没有按照他们族内的规范而发生的问题。那甚至有族人私底下会讲说，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那个方式，他才会被起诉。他就是因为他明明可能酒醉了，或者是他到别人的猎场去了，所以他才会出事。部落的人其实会这样讲，所以确实会有完传统规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规范现在的所有的猎人的情况。但是，所以我们在诉求里面讲了一点，就是我们要将文化治理权还给部落。什么意思？就是今天部落会失去这个规范的能力，当然也是由于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历史进程里面，他们被动的，不是自愿的失去了这个能力。那今天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猎人们都可以继续维系这个文化规范，那当我们要让部落拥有去运作这个文化规范的权利才对啊。那刚刚有一个朋友 Q 我，想要分享一下他现在正在执行狩猎方面的研究计划的想法。那我们请那个泰雅族的赛德克族的朋友。狩猎的部分先让他回应。好，那个狩猎部分的话，其实喂，有听到吼吗？好清楚。那个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那个狩猎的话，其实好，那个狩猎文化，这其实像我自己回到部落虽然才一年多，可是我们部落里面是其实离我们埔里其实算蛮近的，可是像我们部落是会有一些比较严谨的那个狩猎的规范，像。好，我回来了。就是像我们那个部落话，是我们有分老猎人，还有中生代猎人，还有年轻世代的猎人。他们对于狩猎的想法跟观念，其实是都会在持续的去演变，而不是说像可能像我们知道是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在，就像女孩子是不能够去碰猎枪的东西，还有我们的猎人的话。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成为一个称职的猎人？他是会有一个很严谨的规范来去规范你。然后像我们每个猎人，其实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猎场。然后在猎场底下里面，因为那个就会像自己的那个农田、自己的工厂，所以你会对他们那边的环境都会很熟悉。如果说是外面的那些猎人进到你自己的猎场的话，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是你自己要负责，而不是说那个猎人要负责。好，接下来讲到猎枪。像我们想要狩猎，像我们老人家都会说，你喝完酒之后不要去山上打猎，就是你可能会打到猎物，或是你把你自己给杀掉。好，这个其实你要还蛮多的。像如果你喝酒要去山上失足掉下去，然后老人家就会说，哎，你就是不听话，所以你才会，因为你喝了酒之后，那个酒的味道去触怒了那个山林，所以他要把你给带走，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盖亚，盖亚是我们的规范，对。然后，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狩猎它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的事情，而不是像一些有些人对狩猎的像就是说哦，你就走到山里面随便蹦蹦了几下就可以把东西给带下来，其实不是的。像那边你去打猎的话，可能两个小时骑机车到深山里面，然后再走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才可以到山上。当你到了那山里面之后，你要休息一下，那都可以欣赏日出了。可以想象那感觉吗？对。因为像我们狩猎的话，它严谨是因为说，很多时候你没办法去预测在山林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可能你可能像我们老人家都会说，你只要在山林里面开玩笑，开玩笑或是你放个屁、咳嗽、打喷嚏，我们的老院都会说怎么回家的。回家，因为你会把山林不好的东西给带到山里面去，然后就会让我们就没办法拿到一些食物东西。因为就我们的猎人都会讲说，我们去山里面打猎，你猎到那些猎物都是你这个山林里面，体力比较弱的，就是有生病的，所以他那个山林神他才会说，这个东西就是给你们吃，给你们带回家吃。所以猎人只要是能够，只要有那个机会可以进到山林，他们都会去把握。对，然后年轻人的话，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可能拿着那个枪，就会到山林去当猎人，可是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那个规范，就是说要把一些规范的一些权利，由部落来去制定，因为你在部落里面才可以去教导说可以成为你那个部落的原住民，而不是外面的世界所去想象原住民，像很多人都想说你原住民就是应该拿弓啊什么的，可是说真的，也不是每个原住民都从小就拿弓。阿美族有弓吗？阿美族有弓吗？我那边没有。对，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因部落或是因族群而异，而不是说由外在的体制、外在的政权来去想象说你们这个族群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一个器具才能够去拥有它？这样子，是的。大家好，狩猎这件事情大部分只有在属人的层次，就是说猎枪合法，人合法，那这也是让很多的环保团体没有办法去意识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到，其实我们在看部落的这个狩猎的状况产生出这么多问题，其实刚又回到你刚提到的，刚这位先生提到的那个土地的问题，属地，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有明确的界限，部落跟部落之间，刚在讲那个土地流失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这400年来，那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运动语言，可是就可能对原住民来说是这样，可是对我们我这个地区的泰雅族，宜兰，然后这个地区泰雅族是近代，从1895年开始移降到1912年大正12年开始大规模的从山上迁下来，然后到1933年集团移住，那个时候是强制的移住，可是还是有许多就是那个时候跟官方友好的部落还在山上，然后再来是说1945年以后的这个山地平地化的政策，大规模的这才是真正大规模的，就是说很多山上的原住民的部落从那边开始迁移到现在的这个河床地或沿山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灾难都会发生在这些地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住人的地方。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脉络去思考，如果狩猎是属地的话，我们全部下来的时候，那个地区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其实我们现在就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然后在学校，在大学那边跟着老师做计划，其实我们开始变成是说我们也要改变，就像 Wise 讲的，也要去因应那个新的秩序是不是要产生，这也呼应到是说刚刚那怡真讲的那个文化治理权，如果我们有新的秩序产生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被国家正视那个文化治理这一块地区，从狩猎的角度来，想，就是说我们被切下来以后，大家都四处乱打，然后不是大家都是啊，大家还是会在自己的范围内打。那有一些越界的，甚至刚刚有渡源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件议题，它不是只有单纯讨论一件事情，
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脉络跟文化历史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说当我自己在看狩猎这个问题，大家都一直在讲说啊枪合法，其实枪从警察的角度来讲，那个是治安的问题，这是一个治安的问题。那其实我们的那个使用上面要怎么去界定，这个都要相关。其实我们去看台湾的对狩猎的研究，其实很少去谈论这么大的范畴，就是特别是文化的部分去建构它的科学性论述的部分，这个是跟没有人去讨论这个，然后一边讲传统，一边讲保育，然后一边讲治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一件事情是讲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在谈论议题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向，都在角力。然后第二个，其实原住民的议题能会不会明，就是说能不能主流化，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但是其实有很多部落发生的议题，其实跟大家都息息相关，而且只是说那个这个过程其实是被国家有效的抵消。譬如说，现在所有的都市的地区，所有用的水，全部都是从原乡地区来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新竹尖子乡，它的那个石门水库，它是石门水库的上游，是供应大桃园地区的用水。那时候就要盖两个水库，那个时候就有一票的，就是说，就那边很多的部落的族人在抗议。可是国家是用什么方式去对待？就是有去收买的啊，然后或者是一抗议也有聚集的时候，有警察这样进来。所以说，其实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资讯，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被抵消掉。所以说，变成说我们除非要靠友好的这个政治人物哦，或代议士。哦，在那边在政治协商跟抗衡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个是很，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件事情，一件部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弄到政治动员这种地步，其实是很累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每次在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部落里面，人家都说我们自己的部落族人都会说我们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不满，然后就去想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其实很少去用反面的，就用另外的多元的去思考，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族人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情境跟氛围底下很久了。我刚才土地的问题签下来以后，现在南澳那边说要改又要开通，那我们原本的那边可以耕种的地，国家分配给我们的就是保留地嘛，又被征收，而且全部都征收，全部都是征收保留地。那边是要做为了大家要去花莲的道路，那刚那个上面的那个讲员也有讲到，土地是我们赖以为生，这对部落的族人来讲，待在部落的族人来讲，那真的是他唯一可以生活的方式，然后又被剥夺，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伤害是不断的积累，所以说。我觉得对国家道歉跟他后续的作为，其实说实在的，我是蛮悲观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蛮久的，不可能道完歉马上就会解决。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说，能够幸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跟不同的汉人朋友能够一起去诉说这件事情，的确，其实我们刚提问题。来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真的，我们彼此互相不了解太多了，所以说达至理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国家首先要做的。好，我以上回复过，谢谢，用太多时间。好，那谢谢大家非常踊跃的跟我们做一些想法的分享。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一位是。你谈到的是加分，你的问题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加分，然后一个是母语认证，所以你知道母语认证这个地方吗？就我刚刚所听到你分享，你朋友告诉你，然后我本身就是原住民，我干嘛需要你的母语认证？我觉得很棒，确实啊，你中华民国办的母语认证，
是拿来认证我是原住民，还是认为说我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我拥有可以去诉说我自己语言的能力，所以我就应该可以比没有办法诉说我语言的能力的同年纪的年轻人，同年纪的原住民族青年，可以再多加更多一点分。啊，那个事情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措施？就是还蛮有待商榷的。是，你需要补充一下你的问题的更细节吗？如果是我的看法是，你那个同学很棒，我想认识他。对。对啊，会后那个就是要需要交流一下，对 ，OK，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交给小南。谢谢大家很踊跃啊，因为真的时间上的关系哈，那我就是大家如果待会还是想交流的话，其实我有一个蛮好的传统，就是大家其实都还会就这议题上让大家还可以去再交流，但是因为这个场地其实我们待会还是要设定保全要离开，所以大家如果还是想聊天的话，可以祈祷我还是可以聊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那朋友说，就是其实每一个问题都非常非常复杂，就是我们一场择舞是绝对不可能讲清楚，但是择舞其实就是会希望很多元的，可以尽量的试着把问题讲清楚，但是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关系，那我们预告一下下周哈，下周台中市它从去年开始就是有做中区的那个居民的参与式预算，好，然后它今年扩展到就是包括看一下哈，丰原、清水、大里这样子，有三区这样子。那我们下个礼拜它就是要讲说要讲参与式预算，然后要培训一批就是参与式预算的审议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实际上去审，就是我们台中市政府的预算案这样。那所以欢迎大家下个礼拜来听这场择舞，然后也可以去搜寻，就是说也可以报名那个审议式预算的主持人的培训的工作坊。那如果有想知道更详细的话，就欢迎大家发了我们那个这些宣传舞台中的粉丝页。好，虽然时间很紧急，但是一定要讲。大家如果要挹注以身的话，是可以直接把钱给他，不用哦。因为庆泽舞台中刚刚一开始凯旋开场的时候，他就有说，泽舞台中在两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不间断的每个礼拜五，我们只有农历新年的时候有休息，就是，就是我们会就是每个礼拜五都会有一个公共议题的一个讨论，一个平台。那如果你喜欢你在你的生活的城市的周遭，也许你不是台中人，但是你会就近来台中，就是你生活你工作城市的周遭有一个这么大家可以自由开放讨论的平台。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子运作的方式的话，因为我们都是靠志工撑起来，就是上班族啊、学生，大家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或者是像闲暇的时间，大家讨论议题啊，然后找讲者。所以，如果你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继续运作下去的话，就欢迎大家就是小额捐款，就是零钱不嫌少。就是如果你待会离开觉得很口袋很重的话，就欢迎大家可以投一点零钱支持真舞台中。那比较晚了，大家回去路上晚安，谢谢，拜拜。